Hello，大家欢迎你们回到乐子频道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最近买下来特别好的双十一折扣贼低、性价比很好的小东西们，包括一个澳洲的眼镜两个，还有刘雯同款的耳环，以及法国的人鱼类项链，就是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个项链，但它实际是个项链的这些小众好物们。Let's begin. 那大家可能会纠结啊，就是双十一跟黑五呢，哪个更划算？以往呢都是黑五更划算，但是现在绝对是双十一更加划算，因为双十一它其实针对于一个华人的群体嘛，那对于很多综合性的奢侈品电商来讲，它其实对于折扣品的打折，它是有能力打折的。但是有些品牌为了顾及品牌的形象，不让它打这么多，所以对于黑五这种全球瞩目的折扣来讲，很多的它这个折扣它想打它也不能打这么多。但双十一就是这个圈子比较小，所以它的折扣力度往往是更给力的。所以我发现最近的两三年来，双十一至少是跟黑五齐平。在去年，比如说路易莎白罗马，它就会在双十一给到更好的一个折扣。那今年怎么样，咱就不知道了。那第一个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，就是刘雯的这个同款，就我耳朵上戴的这个就是。他们官方都没有发现刘雯戴的他们同款。前两天鄂尔多斯的这个活动上面，刘雯不出席了嘛？他就带了这款，他其实是去站台什么那个羊毛衫之类的，但是他戴了这款非常好看的耳环。那这个耳环我是在他站台之前我就买了，因为我一直呢就是这个中古耳环的重度爱好者，我有很多很多这种 oversize 这种非常的有气场的这种耳环。但是这些耳环呢，它其实后面都是耳夹。这种耳夹，如果你戴个8小时、10个小时之后呢，它戴上去还是不舒服的。那我一直在寻求一个，就是类似同样有这种气场的富贵气的大的耳钉，那后面不是耳夹，就是耳钉的这种，但是一直都没有。然后今年终于 Missoma 是第一个嗅到这个商机的，它今年就推出了几款，并不多啊，但真就正正好好是我想要的这种。太好看了，它是那个铜镀金的，所以它的定价非常的不贵。双十一是75折，表面上看75折好像还好吧，就没有说5折、6折这么给力。但它不要忽略的就是它定价真的很低，所以它75折之后才80多，就是，是我一直想找的这种质量又好，然后价格呢又非常的合理，然后这个设计就完全就是我想要的。像刘雯这款呢，它的设计呢，它的纹路是哎这一片儿这一片儿，所以在它动的时候呢，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这种感觉，很灵动的这款，然后你走起来它也会有这种动动的感觉，好好看啊，就是很赚人眼球的这种。还有一款呢，它是这种扣子的耳环，那就是这一款，我个人呢会更加喜欢这个扣子的这一款。因为你们去看啊，就扣子这款呢，它会更加的圆润一点。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包装，它的包装呢，今年是这种薄荷绿，那是这样的一个包装，很简约的。然后送了一个这个擦银布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包装，我觉得挺实用的，因为它是这种非常厚的这个包装，像麂皮，但它不是麂皮。然后这个扣呢是磁吸扣，就是你出差的话，这个东西就是挺能装的，比如说这种项链、耳环一下都可以装进去。然后我就一边给你戴这个圆的，一边给你戴刘雯同款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区别。它们俩区别其实挺大的，貌似差不多，其实不一太一样。大家看一下这圆的是这样的，然后刘雯同款是这样的，它们俩完全不一样。其实你能看到的这个地方，你就看到这儿嘛。但是你如果从拿到手上去看的话，它其实后面卷回去特别多，就是在卷到后面这些普通人看不见的细节，它做的也是非常的厚重，非常的精细。然后里面呢有刻它这个 logo，就是它整个这个做工呢很细致、很周到，完全就是没有再说哦，我看到的地方我做好，不看的地方我就那么凑合了。没有，它是一个哎很对得起它这个品牌形象，我就是很喜欢他们家的东西。然后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澳洲的这个小众的眼镜，它这个包装呢是这种非常简约的这种简约风，是这个牌子。那里面这包装也是这种很清淡、很寡欲的这个包装。然后呢，哎呦，它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包装包括这个眼镜质量都不错，那我为什么买两副呢？因为它一副卖200，两副也卖200，就是买一送一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了它那个买一送一的那个扣子买了两个的话，它就是不能退货。你们同时上一下这个模特的这个照片，这个是一个绿色的镜片啊，然后从侧面看它就这样，它就是大概这个样子。另外一副就是这个样子哦。我个人更喜欢这一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蓝色非常的显你这个眼
脸色显得更白更洋气一点。然后这个如果你不喜欢蓝镜片，它同样这个框还有别的颜色的镜片，你可以自己去选。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一副。其实收到的时候呢，我是有一点点小失望的，因为我看那个模特它是一个非常 oversize 的眼镜，都能宽出好多，我戴上去竟然就是可丁可卯，我没有感觉它很 oversize， 就是我戴正好。因为我的这个脸呢就是比别人脸呢就是宽，就是你看我这个比例呢没有觉得很宽，但它实际上的物理距离是还蛮宽的。我在现实生活中好像没有见过人比我的脸更宽的，所以如果我戴合适的话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人鱼类的这个项链，它最让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地方呢，就是它会给人一种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吧，就是它会给人一种离远处看像你这边打了两颗钉一样，但它实际上呢是两颗项链。然后呢，它这个石头也不是什么贵的，就是普通锆石，但是它特别特别亮，它不是一个你可以长期拥有的珠宝，就是你要玩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而且就会让人感觉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这什么玩意儿，就是让人感觉哎，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非常的喜欢这两颗东西，它直接穿上去呢它就是这种普通的开衫啊，然后它的领子随便一搭呢就感觉哎有点意思啊，然后它可以系成一个蝴蝶结，今年还挺流行这种带蝴蝶结的这种样式。如果你平时在家办公出去买个菜买咖啡什么，就直接把之前推荐过那个优衣库那个 C 系的羽绒背心一套，然后这个白色跟它的这个绿色相得益彰，就看上去让人特别舒服的感觉，有点那种抹茶加奶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好看特别舒服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留言告诉我你喜欢刘雯这一款呢还喜欢方靠子那一款，那我会拿出其中的一款，然后我们三天之后抽奖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点赞并且评论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，以及你对于我这个频道的建议和意见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